休假，谢谢。从左边，谢谢。好，那再慢慢的帮我移到中间。对，就是那个这边。中间下方也是那个日本的官方摄影的地方来着。好，视线放右边。我没有用手，我来。好，来最右侧这边。上面那边嘛，我老板娘。好，再等一下哈、哦。不急不急不急。好，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从左边。谢谢。好，来慢慢往右边。地铁是什么？居然还没上工之前就是站在。好，来小虎扣这边。快到支付也。OK 吗？直接色穿进去。超大。我们只有这么的在这边。就四只而已吗？我们总共只有四只蚂蚁。哦，好。现场的闺蜜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杨千沛。大家好，我是杰中。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我们 AFA 非常大的一个亚洲时尚大赏的活动，现在要开始我们的 Red Carpet， 就是我们的红地毯。嗯，而且今年有千沛加入我们，对不对？对，因为去年就是杰中。对，去年只有我，所以那时候心理负担稍微大一些。今年有你在，好很多。谢谢，谢谢，谢谢。对，不过因为今天有千沛感受到是中日之间、台日之间的很多的。亚洲地区不同地区都在交流，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盛事。对，算是亚洲区啦，所以就符合我们这一次的 Think One Asia。没错，所以今年第四回在台湾举办，而且今年我们在中正纪念堂这边，其实你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地哈，相信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叹为观止。有啊，你看到外面其实很多人，其实在一两天前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第一个好在拍照，那当然希望今天的宾主尽欢，大家都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嗯，所以这回呢这么大的一个盛典可以在台湾举行，要非常感谢的当然就是我们 Asia Fashion Award 的实行委员哦。所以一开始在红地毯的最开始呢邀请到他和大家见面，也要来说几句话。我们欢迎的是后藤先生。欢迎后藤さん。早 welcome。先来照张相，对不对 ？Photo shoot。好的，先来拍拍照。Look to the front。Smile， 很帅气，对不对？只是去年跟你一道幕应该是吗？他一道幕应该是吗？最强新人王，对不对？今年一整年太出太出风头了。站站站，来，我们先拍照。我们看到 OZ 每次都很有自己的 style， 还会自己找正中央，哎，真的。当然，超丰富。OZ 说：“我看得到。”对。其实每一次 OZ 出席这种时尚场合，我都非常的好奇他的穿着，因为他就是时尚的 icon 吗？对不对？非常非常有态度，今天感觉又很不一样。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电视以及我们网络直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 OZ。
好，这一回每一次出场，刚才千沛也说了，你的造型都很有态度，很有自己的感觉。是，这一回呢，有没有为了这个特别盛装打扮？理念是什么？这是今天表演的服装吗？还是只是其中一套？其实这一套就是我今天表演的服装。啊，那赶快来好好介绍一下，毕竟是时尚的场合。这套时尚的场合，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走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平常其实很少穿大衣。啊，对哦。对，我平常就走比较 hip hop， 就是穿一些很浮夸的一些衣服。但我觉得我今天想说。可以走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这已经算是不浮夸的，没错，没错。没有，我跟你讲，今年其实很流行这种西装毛料大衣，没错。所以我这 All Saints 的裤子跟外套，然后我里面有一个 JW Anderson， 这件其实也蛮浮夸。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它其实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它上面其实很跟我的刺青的风格，还蛮像的，所以我就买下了这件外套，然后。鞋子是 Prada 的一双，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双鞋子。今年蛮流行这种所谓的老爷鞋，比较厚底的路线。没错。所以全身行头都准备好了，但是今天晚上会跟亚洲很多其他地方的巨星是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阵容，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会紧张吗？其实不会紧张，但很期待。而且很多都是我很想要看到现场的表演，所以我等一下希望很有机会可以表演完的话，我可以。在坐在观众的角度去看这个，真的是交流的感觉。交流看看，那有哪一位歌手或者是演员是你特别想要看到的？炫耀吧，炫耀。还没有机会看到。要不要趁机跟他邀约一下，下次可以合作一下？希望可以，希望可以，拜托。好了，所以待会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们。好，谢谢 OZ， 谢谢你们期待的演出哦。接下来呢，我刚刚讲到我们就是这个时尚盛典，其实有很多来自于亚洲的名模来参与，而且 JW 的 model 出场，欢迎他们。风谷彦海、冈岛彩花、多多，还有渡边万美，以及米仓莫娜，还有米山朱央，以及新竹优香，还有道江杏子，以及黑木沙耶，名字排开都是我们来自于日本的名模。好，看一下正前方 ，Look to the front， 真ん中にお願いしま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的穿着。哇，这一回先前是在杂志上或者是日本的节目上才会看到，有亲临我们台北 AFA 的现场哦。左側にお願いします。右側もお願いします。好，右側にお願いします。感觉各自有各自的服装特色，但是又还蛮融为一起的。好像是哈，对不对？因为他们这一回都有整体的搭配的。哦，原来如此。对，我们大会都有整体的搭配。好。好，那把麦克风给我们的 model， 我们让他们都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哈，一个一个来打声招呼 ，one by one。じゃあご挨拶お願いします。一人ずつ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风谷彦海 ，My name is Ami Hajia。Hi， 风谷彦海。风谷彦海。Next。はじめまして、米倉モナ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这个米仓モナ。はい、岡島彩香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と米山たまお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位是米山朱央。大家好，我是我渡边万美。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渡边万美小姐。渡边万美。我爱你。Hello everyone, I'm Phi Phương Anh. I'm from Vietnam. Thank you.来自越南的越南的朋友。Hello, Sarah. Yes,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是黑木沙耶小姐。黑木沙耶。新竹由香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位是新竹由香小姐。我是道江杏子。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道江杏子小姐。道江杏子小姐。哇，好，刚才看到是一台日本的名模，当中一个越南的美女来加入我们。那来代表访问一下的是我们的风谷彦海，因为读到报道说你从小。就想要当 model， 现在是以 model 的身份站到了海外的舞台。今天心情怎么样？小さい時からモデルさんに憧れているんですけど、今は海外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ので、ご感想はいかがですか？はい。はい、私も、はい、小さい頃からモデルに憧れていて、こうやって台湾で日本のモデルの皆さんとこうやって出演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すごく嬉しい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今日はたくさん日本のモデルの子たちも出ているので、ぜひそこにも注目してランウェイ楽しみにし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他说他从小就很憧憬模特这个工作啊，这次可以来到这个台湾呢，代表日本呢是非常的荣幸，而且呢这一次的盛会上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日籍模特，那请大家可以期待等一下的 runway 表演。好喽，期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哇，今天的节目你 from Taiwan， 还有一位越南籍的名模。哇，有备而来，有备而来。当然，当然。来，一起，一起，一起。好，来看一下。Cindy 跟 Tiffany。还有越南的名模。对，身形都非常的高挑。不同感觉哦。而且每个脸真的都好小哦。对啊，我们俩真的站旁边也好了，对，散发出不同的感觉哦。一个是比较高傲一点的一种时尚态度，是，好。但今天大家会发现，可能旁边很多都是名模来着。对。好，那我们分开来照一下，好了。好的。然后来我们台湾，台湾组。你两个是姐妹吗？不是啊，跟感觉很像，都是哪一位是 Cindy 啊？ Cindy 的背后今天很特别哦，我们是待会请他们转身一下。好的，有一种让媒体也可以拍一下，对对对，它是印花图腾，而且前面跟后面完全不同感觉哦。感觉像两套的服装，对啊，当然也是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亚洲时尚大赏，连衣服都是非常的别出心裁。开个玩笑，有点像那个表演那个左边。好的，谢谢。好，谢谢两位，今天是我们的台湾代表喽。台湾代表，谢谢你们哦。那再来，越南的名模远道而来嘛，好，贵客，来，我们单独面对一下媒体。有一种那种 Jennifer Lopez 的感觉，有 J-Lo， 对不对？很帅气，很帅气。好想看他大笑是什么感觉。翻译一下，没关系，可能是这种他的时尚态度，对，厌世的脸，对，厌世脸，现在也蛮流行的。就是 Angela May， 欢迎牙医小姐 Angela May， 有请 ，Welcome， photo shoot， 好可爱哦。哦，这个是走另外一个路线，对，公主风，飘逸。我先拍照，我只写信，我应该什么？好哟，我们现在请问一下 Angela，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今天穿着跟以往很不一样，跟刚才很不一样，可不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行头呢？今日のファッションポイントは何ですか？今日のファッションポイントはガーリーに決めてきました。ガーリー？ガーリー、可愛く。啊，可愛く，很可愛的感覺。很可愛。ガーリー非常的少女的感覺。哦，平常也是走这种路线吗？普段はこういう感じですか？普段はでもいろいろなお洋服を着ます。はい、今日は。ちょっと可愛く決めたいなと思って。他说平常会穿各式各样的衣服，但今天想要可爱一点。哦，看心情就对。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盛会，心情如何？来到了台湾。今日のあの感想はいかがですか？今日の感想もういろんな方、たくさんの方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とてもちょっと緊張しています。就是今天有各式各样的贵宾啊，所以有点紧张这样。不会了，待会在台上好好的让他们可以表现喽。好，谢谢。谢谢。卡卡瓦 ，Welcome。先前在网络上看他的报道，说是石头身，哇塞，真的耶，石头，对，好漂亮，我们让媒体朋友们好好的拍照。
而且现在时尚界就要多样性，对不 对, 对有走甜美的，有走那种高冷路线的，对，也有走这种健康感觉的。麦克风给我们的三亚卡卡瓦桑 ，Welcome to Taiwan， 欢迎来到台湾哦。先说一下好了，因为其实他的背景本身家里面就是很多亚洲不同国家的融合，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一回来到台湾，心情怎么样？今回台湾来て、感想はいかがですか？いや、実は去年も来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毎年すごくなっていて、今年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した。其实他去年也有来，所以他觉得呢，能够每年来是非常高兴。那这一回有没有什么样，有没有什么计划？上一次没有做的，或没有吃的，有没有今年有特别想要去哪里？じゃ今回のプランはどうですか？前回しなかったこととか、例えば食べ物とかいろんな新しいものを探したいですか？小籠包、小籠包食べました。あ、いいですね。食べました。すぐ空港着いて。ホテルに荷物預けたらすぐ小籠包食べました。他说他一下飞机呢，到饭店放行李，就马上去吃了小笼包。对对对。那他们像名模会不会担心会发胖啊，或是一些这种？对啊，走秀之前。对，会不会想要刻意节食？ランウェイの前にダイエットしますか？いや、全然そう。やっぱモデルさんで、まあ身長があるので、ご飯はしっかり食べないと。あとライト浴びたりとか結構汗かいたりするんですよね。意外に体力が必要なので、めちゃくちゃ食べます。他说他完全不会减肥，因为他说呢，身为模特这个职业就是身高很高嘛，所以需要很多的营养，以及呢会一直被强光照射，又要走路，是很耗体力的一个职业，所以需要补充体力，所以他都会吃得非常的饱。啊，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是力与美的一个展现啊！谢谢你啊，希望你这次来台湾可以吃得多一点哈。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はい、谢谢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期待他待会的演出啦。对啊，哇，真的是反指标哎！没想到模特也可以吃这么多。说没有在节食，就想把他送走了，就是这种都说我都没有准备，然后就很厉害这样。